有没有急症的？我先看有谁有急症的。太可怕了吧！你要去看一下身体状况。现在还年轻，但是你要赶快去 check。其实跟我对到眼的没有哭很少。我觉得哭了是怎样？我觉得你。通过听得到吗？入围的开心吗？相处了十年了吧。给超级乐总一个最大的鼓励啦，毕竟三个老人，对，两个。碰果现在在大陆吗？在厦门。碰果现在直播习惯吗 ？OK 的。现在算出来了吗？碰果不知道可以还清。碰果你有听到吗？对，我都没听到。是努力中。测字有找顺哥聊过吗？其实呢，我可以感受到碰果那一天的感觉。我说，今天我们刚好录完影，刚好呢路过那个庙，去到那边我就特别感动。我想说，好，那我要很用力的帮师父求一个未来的财运。我一跪下，碰果也感动了。怎么会有一个灵感是上天希望你可以去做这个？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脑袋长歪歪的人。的确。什么叫长歪歪？就是一直在收很多的讯号。日后如果我没有在演艺圈的话，不要写我要退出演艺圈了。我现在要先消毒哈。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使命，就是希望我告诉你一句话，让你可能更有信心、更有力量去做一个选择。你说，包括我女儿，真的就是一个啊，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好。然后有一天，就趁我女儿刚好也在台北，我就带她去顺哥那里，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，哇，给我女儿的帮助非常大。我突然间发现她已经。好像看到自己的路要在哪里了，还是现在就来测字？要先试一个吗？有没有急症的？我先看有谁有急症的。急症也太可怕了吧！你要去看一下身体状况，因为你的佛缘很大，你的元神在照顾你。现在还年轻，但是你要赶快去 check， OK？ 了解一下。不敢看我是。挡他的路。你气还蛮旺的。啊，但是情感的情绪要自己要拿捏。情绪。这个脾气很硬，比较不容易被。但是你内心的脆弱也是脆弱的，啊，只是你的外向，你是个将军格的，你以前是个军。真的吗？还是投胎吗？是。妹妹，你是一个很友好的人。如果你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不想扛这个责任，你也觉得祝福他们，加油。他也是一个脆弱者，会是中枪的人啊，所以你要更让自己说，我是一个最棒的人。请大家给他一个正能量，把那个伤悲收回去，因为你要不断的告诉你自己说，我这辈子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任务。其实跟我对到眼的没有哭很少，是因为那是真性。我觉得你。其实你的命很好，真的吗？而且你又会很有钱。其实没有欠人家钱就很有钱，准不用钱，不准也免费。好，谢谢。